子仲由。爹，娘，该吃饭了。啊，尤儿做的饭总是特别的香啊。尤儿，你这是为何？爹，娘，孩儿不孝。天天让你们吃野菜，连米饭都吃不到，实在是儿的罪过。尤儿，快快起来，现在兵荒马乱，粮价飞涨，又岂是你我贫苦百姓所能解决的呢？你不用难过，有你这片孝心，爹娘已经知足了。可是，爹娘，爹娘，孩儿听说一客一袋粮价很低，孩儿这就去买米回来。尤儿，颐和距此百里之遥，山路崎岖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爹娘放心，孩儿一定会很快回来的。尤儿，尤儿，唉。米卖完了，明天再来买。娘，看我们家有米了。孩子，米有没有没有关系，爹娘是担心你呀，看你回来，娘的心里也就踏实了。众卿平身。唉，您现在已做了大官，衣食无忧，还有什么好叹气的呢？我怀念我的爹娘啊，想想儿时去百里之外赴米，虽辛苦，可看着父母能吃到可口的饭菜，便是我最大的满足了。现在虽然锦衣玉食，却不能与父母同享，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
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